竹山镇社寮三重中央寺里年度一大盛事之一的迎接妈祖回銮活动，自本日起热闹登场。上午信众们都专程前往年轻宫迎接妈祖回銮武德宫。后续几日，寺里除了会轮流绕境祈求和境平安之外，也会有晚会活动登场，为地方带来热闹的氛围。今日是农历二月十五，阮社寮寺里拢有轮流咧。爷妈祖就是来德山的莲英宫，请登去阮社寮寺里来回銮。妈祖较早是伫阮社寮武德宫，吼、哦，啊，即摆就是每一年，甲请登去回銮，吼、哦，请登去绕境安尼。阮即四天是寺里轮流啦，吼、哦，就是第一就是绕境啦，吼、哦，啊，第二就是公所有办这个晚会，安尼。啊，阮当地阮有做这个歌戏，吼、哦，嘛真老热闹呢。开始吗？开始吗？厉害！来，好，慢慢的，慢慢的来。仙院一号今天一早也与信众一同前往莲心宫迎接妈祖回銮社寮寺里，并祈求透过一连串的绕境活动，妈祖娘娘庇佑地方上一切都能够平安顺遂。时间也到了，我们社寮寺里娘妈祖的时间。那我们这一次的话是由我们社寮里，再从我们这莲心宫这边，还特别欢迎妈祖回去，还从今天开始，还一连数天的活动。那相信今天的话会非常的精彩，大家也非常的期待。最主要是市里的民众也很希望说，借有这样子的绕境可以保市里的平安，啊，所以许多民众就在呼呼气，都在期待这一次的绕境。那也祝福这次绕境一切顺利，还神明都能够护佑我们的乡亲。议长何尚凤也欢迎民众前往社寮市里共享盛举迎妈祖回銮活动，在供沐神恩、消灾祈福的同时，更好好体验这场地方上的宗教盛事。记者卢玉凯竹山采访报道。